来，这家室内日光浴中心所用的高压晒黑仪器，能够释放让皮肤变黑的紫外线 UVA， 但会伤害皮肤的 UVB 只有0.01%。中心也会根据顾客肤质给予做日光浴的时间，确保晒黑的过程安全又快速。而这里特别之处是同时提供牙齿美白服务哦。在专业屋檐下提供漂白跟晒的服务是很特别的，而且顾客可以进来创造型再出去哦。除了晒，还可以用贴纸晒出不一样花纹图案。哦，那就很像温室一样，不过这个不是永久的，也不会痛。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晒过图案。哇，那真的很适合你这种大众的皮肤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在我背后呢晒出这一个图案。都是他妈的。这代表对这个节目的热爱、热情、全心全意付出。